叫桂云川，大名武状元，公主的御前侍卫，保护并辐射好公主就是我的一切。禀告公主，方圆石底的蚊子都已被就地处决。这几天可把我咬的哟。川，我的洗脚水呢？我准备好了。好棒，那你帮我洗呗。臣岂敢冒犯公主，保护并服侍好公主就是我的一切。公主，我怎么会？臣罪该万死。我叫朱水赞，白天是普通的上班族，晚上则化身为驰骋沙场的游戏主播，风靡万千。我的排位啊！天天打游戏，下班了也不去钓个金龟婿回来。你就别再劝我了。看你劝谁？你劝金龟婿，我愿意的。他其实我有男朋友了。在哪？职业、收入、有无狐臭。他在艾欧尼亚当 ADC 呢。外企当高管呢？是啊，一分钟收入90刀呢。哇，赚美金呀！是啊，所以电脑把人带回家，我就还你电脑。男朋友哪儿那么好找啊？早点洗洗睡吧。公主，臣救驾来迟。啊，忘了跟你说，我是游戏主播朱实在，却被老妈锁了电脑，天天打游戏也不找对象，把男朋友带回家就还电脑，家里还莫名冒出个陌生男人。公主，臣救驾来迟。闺女啊。喂，二姐啊，你家公鸡怀了。对，好，我马上到。你是谁啊？公主不记得我了，臣乃御前侍卫，奉命贴身保护公主。啥？殿下定是因中了猫妖的法术而失忆，此地脏乱怪异，定是怪物巢穴。那口白玉潭是出口，请殿下随我一同进去吧。什么？你在此，我报警了。你好，这里是110。何人胆敢靠近公主？请在我的眼前接近公主，此人必是高手，此地凶险异常，臣冒犯了。